然后呢，它这两个的木柄是有分别的，你看到吗？这个。嗨，大家，昨天呢，我就收到了一个包裹，是之前在网上找人家帮我代购的，是一个锅具。所以呢，今天拍一个开箱视频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品牌呢是叫做 Dance， 它是来自于丹麦的一个品牌。我买了它的一个木柄锅，这个 DANSK Coban Style。我这次买了一个粉色的，是这样子的，它是属于搪瓷锅，里面呢是白色的，它这个的容量是 2.2 个 liter， 然后这个是它的盖子，它这个盖子呢是有一个经典的十字盖子，这样子。它这个盖子呢还可以拿来当做锅垫，这样子就可以当锅垫，好看吗？这样子就当锅垫，然后如果不当锅垫的时候呢，把它这样盖上去，把它这样子叠起来，就可以叠到两个锅了。这里面也是白色的，它后面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个呢是我之前买的一个小小的奶锅，也是有盖子的，这个是薰衣草 lavender 的颜色，这个是 1.1 个 liter 的。它这两个的木柄是有分别的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是比较圆的，这个是细长型的，这两个的木柄的设计都很好看，这样子，一个紫色一个粉色。这个锅子呢，它是属于搪瓷材质，然后它可以很均匀而且很快的导热，也有很好的不粘性功能。这锅子呢适合高温以及长时间的炖煮。它表面的颜色呢有很多，我这次是粉色和紫色嘛，然后还有白色啊、黄色、粉蓝色、红色等等的颜色。这个牌子呢我暂时只是买了两个不同的，它还有一个款式呢我也是很喜欢，那个是双耳的，那个呢是旁边有两个耳朵，就没不是木柄的，旁边是两个铁柄的耳朵的。好，暂时我只是买了这两个。这个锅子呢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也是有出现过几次了，然后这一个呢因为是刚刚收到的，所以之后的视频我也是会用它来煮东西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谢谢。噔噔。